不虚年新春，年定阳光的唐人街张灯结彩，人山人海，四处飘散着浓浓年味。在热闹的街道上，慈济志工蓝天白云的身影也点缀其中。这是他们第二年参与当地华人举办的迎春活动，提供全天的素食餐点与民众结缘。 为了让民众品尝到素食的美味，志工在三餐的设计上花了些许心思。缅中友好协会委员吴生努也是茹素多年的人，很认同慈济这样的做法。 除了鼓励茹素，志工也介绍慈济邀约民众加入行善行列。缅甸之光的新春公素一天就有10000人次响应，大家既吃得健康，又可以减碳，也为保护地球尽一份力。大新闻，缅甸报道。